这一题要解这个方式啊，在解这之前的话，我们知道说哈 ，A log 哈 b 哈，这个事实上会等于 b log a 啊。哦，如果不相信呢，我两边哦取 log， 这边取 log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log b 乘以 log a。啊，这边取 log 的话哈，等于 log a 乘以 log b， 所以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哈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，那我就定这个叫做大 X 好了。那这个大 X 平方，也就是说这个方程式变什么？大 X 平方减掉三大 X， 啊这个减掉二的双两倍嘛。 啊，三倍加两倍是五倍，再减掉五倍的大 X， 啊，再加四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根的话很清楚，这个根的话就是 X 哈等于四，或者 X 等于一啊。好，因此分解啊 ，X 减4乘以 X 减一。好，啊这个呢，这个是等于那个，X 小 X log2次方的。 哦，那个，或者是二的哈 ，log x 次方的，好，那这个是也是二的 log x 次方，好，那我就知道哈，这是二的平方嘛，所以我就知道哈，这个解哈是 log x 哈等于二，哦 ，log x 等于二。 一个解啊，或者有一个解是 log x 等于零，因为这是二的零次方，好 ，log x 等于零。那现在两个解啊，两边取指数，哦 ，x 就是10的平方嘛，所以是100。好，这 x 等于10的零次方，所以是等于一啊。